zero plus one two three four five。一枚印度火箭星期三早上在印度东部的斯里哈里富塔发射升空，将104颗的卫星送入太空，创造了单次火箭发射塔载卫星数量的纪录。印度国营的印度太空研究组织说，一次成功发射超越了俄罗斯一年前发射37枚的卫星的壮举。除了一枚的714公斤重的地球观测卫星之外，火箭搭载的其余卫星绝大多数都是为美国、哈萨克、荷兰、瑞士和阿联酋的客户发射的，重量不超过10公斤的微小卫星。星期三进行的发射还标志着印度通过削减发射成本，使自己成为全球商务太空服务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当中一位重要的竞争者。印度的太空专案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低成本进入太空。